曼普持续接近两年的81米栏世界纪录，被古巴的罗伯斯以1秒打破。郭浩然报道。罗伯斯在捷克举行的国际田联格兰披治大奖赛81米栏第四个栏已经带出，以无敌的姿态赢第二位美国的查美尔几个身位。当时大会打出的时间是12秒88，平咗流长保持嘅世界纪录，但系赛会最后更正，时间应该系12秒87，快过流长保持嘅旧纪录0.01秒。21岁嘅罗伯斯赛后就话满意自己嘅表现，但就冇预期可以打破世界纪录。佢又话唔会因为打破纪录而自满，下一个目标系北京奥运，佢嚟紧会加强训练，准备面对刘翔等强劲对手。而刘翔就喺2006年7月瑞士洛桑举行嘅国际田联大奖赛，以12秒88打破81米栏世界纪录。这个纪录保持了不够两年，就被他的劲敌罗伯斯打破。这两位跑手对上一次碰头是在今年3月举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，当时刘翔是胜出的，而去年两人对赛过4次就各赢两场。有线电视记者郭浩然报道。